哇，结果这帮打出去打第一颗球还在飞，这一次看着球、哦、到哪里去，上看台的，这一次真的离开了，一个战力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。嗯，结果这一帮打穿了，哇，又是安打，在打序上就做这个串联，哇，这个偏高的球硬是点出去，但是补位就是慢了，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面对苏志杰，哇、哦，就这一棒啊，打力是不错，平飞落地的一支安打。原本在二垒上的跑者受益往本垒跑，这个球要直接穿本垒，慢了一点，而且原本在一垒上的跑者还上到了三垒，还是用一个压低一点的球路啊，那用出局数来换分数。对，场次呢也继续延续到十七场，哇，也用偷点的是内野安打了，这捡起来要传没机会了。哇，相中了这一个江承彦的招牌曲球，直接打出了一个反方向的安打，陈承彦的快腿呢上三垒。嗯，但是说着说着肩膀打到了中间方向，感觉上棒子是裂的样子，但这个距离应该是够了，陈承彦要回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哇，结果这一棒夯出去，是不是看着球千里之外吗？没有啊，差一里，打在全垒打墙上，两个外野手都看着球，我的空间了，出棒了，打到了反方向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够，但朱玉贤真的跑回来了，做一个卡斗，哦，四坏球保送，哇，那这样应该是要换了，单局出现的第四次四坏球保送，挤回来了一分，哇哟，结果弹飞了，那这个弹的还蛮远的，垒包上的跑者回来一分，主棒中间传出去是一支安打，这一支安打呢会带有两分打点，哇，蓝银轮呢在这个系列赛终于敲出安打了，哇，结果这帮打出去打第一颗球还在飞，这一次看着球、哦，去上看台的，这一次真的离开了，哇，这个半局在先发的投手江承彦控球不稳之后，连续的这个状况啊，一直没有办法形成第三个出局数，然后小胖林鸿玉直接呢把球给扫上看台，本季第十四轰，这一棒打出去穿了，哦，郭彦文的安打终于出现了，嗯，两好两坏，这球打穿了，哇，张敏勋今天排在先发的打序里面，单场呢出现了第二支的安打，嗯，哇，就这帮一样的模式又穿了，这一支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原本在二垒上的张敏勋是被挡了下来，哇，这帮打得比较强的反弹球接到之后呢，选择抓前卫的一个跑者，出棒打得还蛮扎实的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看着球还在飞吗？打在全垒打墙上，哇，张敏勋今天呢、啊、先发是猛打，原本在一垒上的跑者也回来，但是张敏勋死在三垒之前，有要看他自己挥棒落空，再一个速球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